head is spinning over you. I think I'm losing my defenses. When I'm standing next to you, I feel the failure of myself.姐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喂，陈总，礼物已经送到了，记得帮我好好照顾我姐姐。娱乐最新消息，海城第一名人叶云染在18岁成功礼在酒店与野男人一夜风流，叶氏集团股票暴跌。知情人爆料，叶家为维护颜面，连夜把不知节点的叶云染绑定出门，断绝父女关系。不知廉耻的东西，我叶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？爸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，肯定是有人陷害我的，你要帮帮我。谁来帮我？叶家因为你都快破产了。爸，您消消气，姐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，万一打坏身子可怎么办呀？什么孩子？那就是个野种。来人，把这个怀孕的孽障给我扔到后院仓库里，谁也不许管他。不要，爸，爸，求求你们送我去医院，快来呀！救我的孩子！妈妈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哟，还真把野种生下来，去医院丢人现眼吗？妹妹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可是你的亲外甥。这孩子要还活着，算他命硬；要是死了，正好可以给叶家留点脸。你把他还给我，姐姐，你猜为什么八个月前你会跟野男人风流一夜呀？是我安排的。你说什么？从小到大，你都是叶家的小公主，受着奶奶的宠爱，手里握着叶氏集团大部分的股权。18岁就成为了叶家的继承人，让全海城的女人都羡慕你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命那么好？我现在就让你成为人尽可夫的臭婊子！你，现在我是叶氏集团的继承人了，而你就是海城的一双破鞋，永远都别想翻身。没想到你儿子跟你的命一样贱，活几分钟就死了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，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死？你把他还给我。你说怎么处理这个小东西呢？火化、土葬，不然扔河里喂鱼吧。这孩子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照片中的女人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副总交代过，即便搜遍整个海城，也要把她找出来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这孩子怎么长得像傅北爵？他那天和叶云染那个贱人在一起的，真的是傅北爵？这孩子不能死。妹妹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叶家的股份、钱。继承人，只要你答应救我的孩子，我全都给你。哼，死都死了，送医院也没救了。姐姐，我本来不打算要你的命，可谁让自己不长眼，睡了海城最尊贵的男人。今天必须死。
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来救火呀！什么？恶意纵火？谁敢在我叶家放火？他是活腻了。爸，肯定是姐姐怀恨在心，放火烧了叶家。老爷，仓库里没有发现大小姐的踪影。叶云然就在仓库，怎么可能烧不死？老爷，在河里发现大小姐的尸体。 姐姐可能是想不开，跳河自杀了。可怜刚出生的孩子没了妈。要那个野种干什么？给我送去孤儿院。爸，可是那个孩子长得像傅北爵。你的意思是？不如我们带上那个野种去傅家认亲。娘。 妈咪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妈咪没事儿，可能是坐车太久了，有点累。5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，这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 有人要抓我，你帮我，我就满足你一个心愿。傅北爵，傅子林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要一个人偷跑出来。爹地，我随便逛逛都不行吗？不行，有傅北爵这个大魔头当爹，这孩子可真惨。你准来我妈咪。 我们走。等我查到刚刚那个女人的资料，我还要出去。爹地，爹地，为什么叫我爹地啊？你本来就是我爹地呀。不好意思，我家孩子还小，不懂事。又是一个想故意接近我的女人。 我的女人没兴趣，啊，想利用孩子来接近我，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哼，没想到傅少是这么自恋的人啊！想嫁进傅家当傅太太，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谁要嫁进你傅家？莫名其妙。妹妹，你把你妈给我，我爸归你，怎么样？傅子林，闭嘴。 这个女人身上的味道怎么那么熟悉？琳琳，你以后要听爸爸的话，不要乱跑，好吗？不好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是你妈妈呀，为了生你，妈妈受了很多苦，乖，听话。哼！傅子林，跟妈妈道歉。我不想她做我的妈咪。北爵，你看她。傅子林。 你别生气，都怪我，没时间陪他，不然我们结婚吧。我搬过来就有时间照顾他了。爹地，今天在街上遇到的那个女人非常好，让她嫁给你好不好？什么女人？你知道她谁吗？你就敢让她嫁过来？我不管她是谁，我就是喜欢她。爹地要是不娶她，等我长大了我娶她。小林，我得加快速度。 赶紧嫁给傅北爵，一去后患。哇！玲玲，听管家说你最近都在好好学习，学怎么样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从我家消失！你没有你自己的家吗？老来我家干嘛？我是你妈妈呀！别再讨好我了，你喜欢的是我家的钱吧？小兔崽子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 我叶云染终于回来了。冉冉，奶奶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这是茵茵吧？嗯，长得真好看，和我的冉冉一样好看。冉冉，奶奶和你的爷爷离婚了，创办的谢氏集团，在海城是有头有脸的企业。
今后谢氏集团就是你的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奶奶都支持你。谢谢奶奶。嗯，这是一张限量版的黑卡，随便刷。既然回来了，属于你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拿到。好，奶奶放心，我一定会为自己和枉死的孩子讨回公道。